我知道这段时间很多人非常替我跟国瑜担心，一直黑，一直黑，一直黑，黑到最后你也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黑什么，反正每天总要找一两件事情黑。那当然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可能你们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黑那个王小姐吧。很多人跟我说，江小姐你要赶快去通框啊，大家都以为你在生气。可是我跟各位报告哦，我跟市长就不是这种人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夫妻的相处就是夫妻之间最清楚，我何必做给外面的人看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传统的国民党大概就是要赶快啊，快来解释啊，赶快害怕呀、啊、可是我跟韩国瑜就不是这种人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你想怎么黑你开心就好，我无所谓，我不会为你做任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